非常高兴看到五佛维之大使再度率领美台商业协会访问团来台。五佛维之大使过去担任协会主席期间，曾多次率领美商企业来台访问，对促进台美贸易关系不遗余力。本人相信台美能在前接各项的机制下建立更全面的经贸伙伴关系，更希望以此为基础逐步推动与美签署双边贸易协定，为双方的产业进一步开创台美经贸投资的新业。此外，我政府也承盼与美尽速洽签避免双方双重课税协定，希望贵协会也能够协助向美国政府表达洽签台美 ADTA 的重要性，透过降低双方企业在跨国投资时面临的税务压力，为双方的企业和人才交流创造利基。